大家好，欢迎回到 LSPDFR， 我是 Abrams。OK， 我们今天又回到城市里了，老鼠活蹦乱跳，非常棒，很有精神。哎，怎么又跳回来了？哎，真是可爱啊。OK， 我们就看看又会发生啥事。Dispatch, show me 10A。我们就看到一个三宝直接逆向，真棒！哎，老兄，你不开太夸张啊，先生。你尽量说好吗？自己想办法解决。OK， dispatch on my way。有这个追车啊 ，OK， 就在我们附近而已，我们赶快赶过去吧。OK， 应该会经过我们前面这里，没错，来了，这台 ，Let's go！ 哇哇哇哇，冷静一点，各位，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各位。Dispatch, any backup? Assistance required in. 多叫一点资源，有叫总比没叫好。因为基本上，以我的经验，资源等于有跟没有一样。啊，虽然有时候会还蛮有用的，但是资源就比较激动，就是真的。幸好这次追的不是摩托车，摩托车就真的难追了。OK， 现在他。准备经过这个市中心的广场哦，谢老兄啊，我头车哎、欸，哇，我操，我操，疯狂，这，我操，这你是硬要屁的他是不是 ？Oh my goodness， 没关系，我们跟在他们后面，看看他们有什么精彩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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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有成功，没有成功 ，Let's go， 继续。哦，血！这个 Pete 也太硬了吧，而且嫌犯车完全是 Pete 的不动，你知道？哇操！第二台、第三台直接，哦、这个路障机，哇，不用撞自己人啊！我的 fuck！Oh my god！This is fucking bullshit, dude! Oh my god！ 我操！哦，血！太夸张了，太夸张了！警员根本就不是警员，自杀那个吧，自杀突击队吧。天哪，他们那个追车方式太恐怖了吧！这我都快吓死了、啊，一台的警车从我旁边飞过去，真的是妖修。我要想办法，但到底就是我可能会去想个办法，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就是。应该是有，但是我其实没有确定，确实去找过，就是应该有办法让他们不用这么夸张，可以让他们放松下来，在追车的时候。哦，老兄啊，快啊！哦 ，shit。这个追车真的很疯狂，
我觉得这个不是在追车，这是在玩碰碰车吧？警车大乱撞。Oh my god！ 你看后面的车子要，后面的单位要超车了。哎，你知道自己失控是怎样？你看到时候还不像，是我变第一个。Oh shit！ 有。哇塞，这个追车真的是，对，这里不用这样硬撞吧？这里是市区啊，各位冷静一点，真的。Oh my goodness！ 这个嫌犯现在是怎样？他车应该坏了吧？还没。OK， 他车还很能开。继续，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看能不能再 pit 会比较好一点点。嫌犯自撞了 ，Sir， 不要再。哎 ，Sir。直接被电击！我操！我没有闪开的话，应该直接被撞爆哦！天哪！到底是跑什么啊？跑成这样样啊？跑成这个样子啊？Jesus Christ！ 你好样的！就过来。你先给我在这里等着。OK， 我的天哪 ，Homicide Deal Late Dispatch， Close Traffic。All right， 如果再不关的话，可能我真的很怕我被撞爆。感觉是吸毒吧，吸毒要么就是有带身上有带毒品之类的，我直接给他搜身了，真的不客气了。旁边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现在真的没空。OK， 一盎司的 hash 就是一种毒品啊，然后其他还有 a bomb with white powder residue。OK， 又是白粉了，果然就是毒品。Alright， 直接拿他的 ID 吧。他是 George Sharp， 没有枪支执照，因为他也没有带枪的身上。我先把他放在车子里。天啊，这里真的太乱了。我到时候看看他车里面到底有什么。然后看车是他的感觉。Oh shit! Asshole! 你敢撞我，你就你 motherfucker 下来！他身上有带枪是不是？这把是他的枪吗？他枪直接浮在空中哎！OK， 我直接那个什么，收他身，然后直接把他带走，给其他单位处理。我还要处理我眼前的东西，他直接把我车警车的门撞掉。Key fob programmer， 我觉得他应该是期待枪支。好，我先把这个
放到车里。然后看他的车子到底有什么。Dispatch request play check。他车牌跟我一样，傻眼。这辆车也不是他的，感觉是偷来的。他的车子，这台车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OK， 我看车上应该都被他放满毒品了，大麻、一些粉末全都有。待会我们要测试一下。那个警笛不是我不关哦，是警笛系统坏了，那台车的警车警笛系统坏了，完全关不掉。OK， 我们先把车开过来。Dispatch request tow truck。Dispatch request tow truck。OK。我接下来看一下他那个找到身上的毒品是什么东西。OK， 不是大麻。哦，骨科碱 ，OK， 其中一个是骨科碱。也不是安非他命。海洛因跟骨科碱 ，All right。Dispatch request transport unit。那已经被我这哪已经被上铐了才对，为什么还要上铐那一次呢？Dispatch, I need a transport unit。Dispatch, clear traffic control. Attention all units, traffic control, clear. 天哪，这里真的是已经一团乱，真的是灾难呢。Oh my goodness. 好了，快把他带走吧，我应该受不了了。Dispatch, 小米田 A。Richmond. Dispatch code 4, show me 10A. Attention all units, code 4, no further units required. Alright, 我们离开这里吧，我还要去修我的车呢，被一个人儿撞成这样，天哪。Citizens reporting a disturbance. Photography of private property. Dispatch on my way.Caller has expressed concern with someone taking picture of their property. OK， 有人报案说有人在对他们的资产、房子啊，或者是他们的东西拍照。All right.应该就是下面那一排小屋子的其中一栋吧。希望这个应该就只是把人赶走而已，不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
结果，Okay, talk to the resident. Okay, 他在后面是吧？那，因为这里的走道也算私人的地方，我觉得不要从这个走道过去会比较好。我觉得我们从这里好了。Dispatch me on scene. Copy that, Sam 25. Proceed with caution. 看一下到底要发生什么事了、啊。前面这两个吗？不是，应该还蛮远的。这个案件如果还可以出事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到底该讲什么。洛圣都啊，不意外，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到了，他应该就是屋子的主人，在哪里 ？Hello。Sir， 有人报警吗？他显示在楼上欸，那我这样是应该要上去。OK， 他在这里。Sir， 报案吗？Thanks for getting here so quickly, officer。感谢你飞快的赶到这里啊。没问题。你有什么问题吗？That person over there keep taking picture of my house。说那个人一直在对他的房子拍照。I respectfully asked him to leave, but he never did. 他说很，就是叫他离开，但是他不离开啊。I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 him doing that, officer. 他说他家里一直被拍照，他觉得不是很舒服。Okay, I will talk with them now. Okay, 我去跟他们说一下。感谢你 ，officer. Talk to the suspect. 是这个女的吗？有女人想要拍你的房子。你就偷笑了好不好啊？搞什么啊？Hello， 天哪！Hey， sorry to bother you，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我只想问一下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说，然后他说，你问这个干嘛，警官？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就想说，some reason， 哦，就是。想说，你怎么在这儿？就是有人说你一直对他的房子拍照。I'm just minding my own business. Please stop harassing me if I haven't done anything wrong, officer. 他说，我只在做自己的事情啊。如果我没做错事的话，可以不要骚扰我吗？我没有在骚扰你啊。我只是想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啊？就是毕竟邻居说，这个你在这里已经有一阵子了。I'm not going to talk to you anymore, officer.Are you gonna arrest me or what? 他说我不想跟你讲话了，你要逮捕我还是不逮捕我呢 ？All right. Wait there. All right. 那这个，你有带你的 ID 吗？我查一下。Thanks. 他是 Katashi Hachiro。OK， 没有什么问题。Dispatch request pet check。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叫出他的资料。OK， 也没问题。All right，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没办法逮捕他，因为他就是在这里对着这个其他人房子拍照。其实
也不算违法或侵犯隐私，也不太能这样子算，因为毕竟这一条道路已经是公共场合，已经是公开的地方，拍房子啊或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我们没有权去阻止别人怎么做。只是他刚好在拍这几栋房子，或是拍特别那一栋房子，他可能哦觉得这栋房子比较漂亮还是什么，我不知道。特别去拍这种房子，让屋主非常不舒服哎、欸。但是这个场合，我觉得应该是没有权去干涉，除非他已经侵踏别人到这个人家的领域里面，然后这边拍照之差，这应该就有问题了。嗯，我觉得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啦，所以我就，叫他离开好了。好了。离开吧，既然人家都这样抱怨了，我先叫你离开，免得这个到时候问题越严重。OK， 你再去跟那个屋主聊聊吧。Hello, sir。OK， 我跟那个人说过了，他这个也是拒绝离开啊。So there's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them taking picture of my property without consent. 我就说，所以意思说你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对于他们一直拍照的问题吗？很不幸的没有办法，因为毕竟 the first item allows them to take photos as long a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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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就是说一样，就是我刚才的意思，毕竟那个地方公开区域嘛。他只要不影响到什么，就是拍，就算是拍这整排房子，然后拍。这个哪边什么地方，基本上我们是无权去干涉人家的。Really? That seems unreasonable. 他说这太不合理了吧 ？Let me be around here for hours, refuse to leav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他说他们已经在这边好几个小时都不离开了，我要怎么办 ？If they trespass on your property, you can call us and we can have them trespassed. 他说如果他们直接进来你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入侵住宅，我们会以这个入侵住宅罪去这个去处分，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目前他就是没有这样做。However, as it stands, there isn't anything else I can do, unfortunately. OK， 那既然他只有站在那边，那我们什么都没办法做。OK。Okay, thanks for explanation. If they do anything else, I'll call you guys. 他说感谢你的解释。那如果他又怎么样的话，我们再这个打电话。Okay, sounds good. Have a nice day. Okay, great. Attention, all units. We are code 4. Dispatch, code 4, show me ten. Attention, all units. 他现在是很不爽，他直接走出去他的房子。好了，今天我们就该下班了。Dispatch， code 6。不是 back up， 为什么每一次都听啊 ？Dispatch 10-6。Dispatch， show me 10-6。Copy that， Sam 25。直接派一个支援过来，傻傻的不知道做什么。哎，派谁？派谁？你可以回去了。对对对，你可以回去了，谢了。哎，老兄啊，心情不要太差、啊。他在那个地方拍照是他的自由啊，我们这没法哦。你只要好好坐下来，放松一下心情是吧？啊，这样也对，没错。好嘞，今天这张 LSPDFR 就到这边结束，希望各位喜欢。这只狗最好是不要咬我。哎，你要走哪里？好，第一个追车案真的是有点夸张啊，尤其是那个支援的单位，真的是疯了吧？哇！直接旁边咻咻咻咻咻！哇塞，那个我真的快吓死。All right， 今天让 LSP 也发这边，希望各位喜欢。杨老师希望你们可以帮个赞。如果新来观众喜欢的，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分享片段。我们在下一张的 LSP 也发再见喽，拜拜。